让我表演一出人蛇大战给你们看看。我是香港电台谭慧清，一睁眼伸个懒腰，大家一起来迎接。有没有搞错，哪有人带枕头去露营的呀？人家第一次露营怎么知道该带什么？人家第一次露营。我是阿健，他的女朋友宝莲。嗨，我们阿玲，我们上去吧。阿玲，你喜欢喝什么汽水？坐在门市关着的。算了。面，来，拿去当柴烧吧。好。哎，进去，进去。哎呀，快出来！幸亏我走得快，不然就被他打。我们回去找阿玲吧。都这么久了，恐怕他已经回去了吧。站住！我打死你！轻一点。